两个男孩子救过来，女孩没救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哎呀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你想想看，当时只有刘晓东、许娟还有小童他们三个人在场，谁会导致许娟的死亡呢？这怎么会知道啊？不知道才有文章可做呀。咱们可以收买杨颖，让她作伪证说看见刘晓东给许娟注射，导致了许娟的死亡。这能行吗？哎呀，没问题的。我这是在哪儿呀？在医院。你们都吸毒过量，昏过去了。但是有一个人，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许娟死了。先想想怎么跟警察说，一会儿警察就来了。说什么？我说什么都没。许娟，许娟是我害死的。不是你害死的，是刘晓东。刘晓东给许娟注射过量，导致许娟的死亡。你不记得了？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？别急，有人帮你想。杨毅，是刘晓东给许娟注射的，所以坐牢的是刘晓东，不是你，知道吗，小东？警察来了，该知道怎么说了吧？好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。刘晓东因涉嫌导致许娟吸毒过量死亡，我们要带回去接受调查。谁说的？啊？谁说的小东导致许娟死亡的？您是他母亲，是您配合我们，现在并没有论定，带他回去只是配合调查。哎，不会吧，我儿子也是受害者。是不是小童说的？啊，是不是小童说的？我找他去。真害羞。给我，没事吧？别害怕，别害怕啊。刘晓东，要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很累。你们就是问我三天三夜，我还是这个答案。许娟的死跟我没有关系。杨毅、小童都指认是你，而且针筒上的指纹也都主要是你的。对，他们是我兄弟，我兄弟不会说假话的。你都承认了？承认我看错兄弟了。小东，妈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有没有给许娟注射？没有。
我虽然当时昏过去了，虽然当时我在吸毒，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我没有。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孩子，妈相信你啊！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相信你了，妈也相信你。妈，我对不起你。爸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你们。小东，快点回去。现在的关键问题啊，是要找到杨毅，还有那个叫童。小童。小童，对，找到他们，找到他们，了解一下事实的真相，这样才能救小东。牙医，我帮你。好。现在就去找。走。走。站住！往哪跑？你想往哪跑？站住！站住！杨毅，你够忙的呀你。我操！别管啊！哎呦，你坐在那儿。赶紧往那跑，好好交代。没什么好交代的。好啊，我们有的是时间耗。等你毒瘾犯了，看你还招不招？对，我这么靠着你十个小时，我看你毒瘾犯了怎么办？行，你够狠啊。没你狠，污蔑朋友，你还算是人吗？你倒卖东西！不是我，我说了不是我。那是谁？是谁？说是谁？王琦。你最好问问你妈妈去。什么？我妈？对，就是你妈。茉莉，你干的好事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坏。你把汪琦带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刘大伟有些时候也干点好事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让小童、杨毅去翻供，我就把你所有行为的事情都抖了出来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不明白。你这个臭女人，你害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干什么？最后一次警告你，茉莉，如果你不去翻供，我可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。不是我。好，你说的哈，你别后悔。王琦，你要干什么去？这个家就那么让你讨厌？刘晓东进去了，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必须把刘晓东送进去，否则你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。那刘大伟要真的犯浑怎么办？他敢，我还真不是小看他的。我从认识他到现在，就没有见过他做过一件有骨气的事儿。你们的儿子醒了，进去看看吧。孩子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我看见许娟了，她也这么说。她让我，她让我好好的活下去。就是啊，你得坚强一点，好好的活下去。阿姨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可是我还害小董，不是？阿
只要你愿意去翻供啊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我现在还可以救他吗？小东，小东还会原谅我？你后悔了？我现在就在检察院门口。你要不要最后考虑考虑？你要干什么？准备和你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？想好了没有？你现在答应我的条件还来得及。刘大伟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甭跟我说那些，你我之间没有夫妻情分。随你便。做得好，就得坚持住，看他敢怎么样。我就不行了，这天底下真有喜欢坐牢的人。请问你是茉莉吗？是。我们是丹宁公安分局经侦处的，有人举报你涉嫌行贿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到了就知道了。那我们跟汪琦、柯敏他们打声招呼吧。不打了，那些都是过去了，我们都把它忘掉。你还留恋过去啊？就是，咱们重新开始啊。子立啊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小东，多照顾点你妈啊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好嘞，啊，哎，再见啊，哎。
天放，子玉叔叔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想自己住进来解毒。小童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啊？我妈带着我跑了十几个地方，前前后后6年过去了，可是毒还没有戒掉，我感到非常的内疚。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要是再戒不了毒，我就完了。所以，我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，是不是很极端啊？孩子想戒毒，就是苦了他了。妈，我一定能做到的。妈妈相信。好孩子。子玉叔叔，你们出去吧。妈只求你一件事儿，不论多难受多痛苦，也别砸那个电脑，因为你要靠它写东西。妈妈相信你，将来你写出来的东西肯定能够发表，让那些吸毒的人远离毒品，把毒品戒掉。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妈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没有任何办法。我一定要借这个铁笼战胜毒魔。妈，以后无论任何情况，只要我毒瘾发作，您别管我，您一定不能心软。你这么做也不是常事吧？不知道，孩子有这个决心，说明他没放弃。是啊，只是苦了你了。我倒没什么，说实话，我心里还挺安慰的。起码孩子没去偷啊抢啊，去祸害别人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就突然来了，也没打声招呼？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这几天呢总是不放心，过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钱过来。公司怎么样啊？还行，二次开张以后啊，确实比以前还好，经营规模又扩大了，那些走的人啊大部分都回来了，大伙儿啊都希望你早点回去，带着他们继续干吧。哦对了，大美和克敏啊让我问你和小东好呢，克敏现在可出息了，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宣传企划，据说呀快升部门主管了。这孩子错不了。另外，我还听说呀，刘大为又减刑了一年，这么算起来，也快出来了。我留下来吧。嗯。留下来陪你几天，帮着孩子
渡过这难关。那公司怎么办呢？有大妹他们呢，没事儿。哎，那钥匙是这个屋的吧？是啊，放在我这儿吧。你毕竟是个当妈的，真到单口的时候，我怕你受不了。啊，小东，你没事吧？我算什么？啊？我问你，我算什么？啊？牲口，畜生，你放我走吧！啊！小东，开门，让我出去！小东，你别这么想，真别这么想，咱们不是为了治病吗？子立。天宝，你要清醒点，小东必须过这关的。小东，你忍着点儿。你放我出去吧，求求你，你放我出去吧！啊！小东，小东，妈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妈，谢谢你，还有子立叔叔。妈替不了你呀，起来就写呀。没关系，趁我现在还记得，把昨天晚上的感受全写出来，不然就忘了。啊，小多醒了，哟，子立叔叔，怎么样，小伙子，闯过这关了吧？这才是男人，啊！哎，出来，吃早饭，吃完饭吃药，啊！我开门。子立啊，嗯，这两天多亏了你了。瞧你，跟我还这么客气。等小东的病稍许稳定一点，你就回去吧。干嘛？赶我走啊？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小东这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公司那边啊，好多事儿等着你呢。你田芳的事儿啊，对我来说就是事儿，大事儿，正事儿。小东，歇会儿吧。跟妈妈还有子立叔叔一块聊聊天。哎，小东，你尝尝这茶，彭元刚送我的，可香了。真好喝，谢谢子立叔叔。哎，是挺香的。新茶。嗯。嗯。子立叔叔就是好，一边照顾咱们娘俩，还得顾着你礼仪，还有那公司，累死了。没事儿，黎和柯敏他们还好吗？好像你不是说挺好的，那个柯敏要当什么主管了？那个部门主管。啊，部门主管。柯敏啊，确实有出息了，可就是还没男朋友呢，不知道在等什么人呢。没事。哎，小东。你不问一下，汪琪现在怎么样了？自从他妈妈进了监狱以后，他爸爸把他接到国外去了。还有啊，你爸爸也减刑了，还有一年，快出来了。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。想一想，好像真的过了很久了。
其实我没事儿，这些年这些人我一直都想问，就是没有勇气。孩子，只要你心里能承受得了就好。天芳，嗯，小东写的我已经看过了，真不错。哎，真的，从文笔上看，谁会相信他发作的时候是那个样子？哎，我这只是打印出一部分来。嗯，你觉得能发表吗？我觉得行，咱给他使使劲啊。我觉得小东啊，只要能把这书写完，他心里边毒瘾呢就彻底戒了。天芳，这一天真快到了，好，给他使使劲。我去看看啊。嗯。这孩子真难得呀，这么小的年纪，文笔就这么老练，而且写得很有深度啊，少，非常少见呐。太好了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他的这篇小说呀，如果发表的话，目前看来实际上潜力很大，当然社会效益会很好了。他这是青少年的自我教育和救赎啊，这是多么大的命题呀！那就是说可以出版了。嗯，如果可能的话，能赶上我们编辑部的下半年的编辑计划，那就更好了。嗯，回去告诉他，让他抓紧把剩余那部分尽早的完成，马上，他马上就写完了。抓紧，一定要抓紧。好，一定，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小东，小东，坚强点儿。小东，电脑好用吗？好用。哎，我看了啊，写的真不错。好好写啊，啊。小东，叔叔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休息。再说，宝鸡公司那边还有好多事儿，等着我去处理呢。我先回去了，好好照顾你妈妈。
我这样是生不如死，我想死在妈妈的怀里。给你做儿子，好，来世妈妈还给你做妈妈，做一个好妈妈啊。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你说。我长这么大，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，想缺陷我的眼角膜，好，好，妈妈支持你。孩子，妈妈没想到，拼争了这么多年，最后是一个这个结果呀。妈，这也许就是命，你答应我吧。啊，妈答应你。妈，我还有一个愿望。你说。我高中的时候看见过一个长城的明信片，一直渴望去长城。我想去长城门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度过我最后的一段时光。好，好，妈陪你去啊，妈陪你去。谢谢妈。哦，对了，妈，嗯，还有一件事情。你说。请您提取我爸爸这么多年一直给我供货的人，我想把这条渠道全部销毁。好，好儿子，你这样做就是为社会做贡献了。妈，谢谢你。斜日消残雨，红霞映晚村。画图开碧落，景旗照横门。妈，我们去残长城那边住哪儿？我们就住在长城脚下，我都联系好了。有一个叫孙勇的大哥，他人特别好，两口子很善良。咱们就住在他家，然后咱们白天去爬爬长城，爬爬山，那里空气也好。回来呢，我们就做点农家饭吃，啊，妈陪着你。妈，长城一直往东，是哪儿啊？是老龙头吗？对呀，那往西呢？往西，嘉峪关吧。不错，地理书上都有。书没白读。走吧，身体别吃不消。妈，嗯，我想看一下太阳落山。小东，我发现咱们来这几天，好像你没犯病啊。我也挺纳闷的，现在晚上就是睡不着。而且特别烦，但是那个魔鬼一直没有来。也可能这是一片净土啊，魔鬼就不敢来了。妈，嗯，咱不走了，咱就住这儿吧。那好啊，只要对你的身体有好处，妈就留下。你就不能不去？
你说挺大个闺女，跑那么偏僻的地方，旅什么游啊旅游？没事儿，我们好几个同事一块儿去的，有一半都是男的，出不了事儿啊。那你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有你看中的？保密。这闺女大了呀，不能留啊，留来留去啊，留作愁。写东西呢？嗯。写什么呢？没有，就想记下这两天的事儿，感觉挺神的。昨天晚上居然没失眠。我也是觉得，也可能人是太累了，然后回来就什么都忘了。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想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，天蒙蒙亮才醒呢。是吗？那看来咱们以后还得往上爬。行，今天继续爬长城。你先写。写完以后咱们抽空再去走走，不过也别太累着，不能一下来，慢慢的啊。嗯。天大姐，哎，你这又劈柴火呢？嗨，没事儿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这不是那么多吗？嗨，没了我劈啊。没关系的，您快忙去吧。妈，你别劈了，够累的。没事儿。小东啊，你快把我那药给我拿过来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等会儿啊。妈，来，速效救心丸。妈，你别吓我，好点没？妈，田野，克敏，田野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别管我怎么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妈，进去坐会儿吧。来，我扶你。没事。克敏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背着你妈来的？哎呀，田野，你别操这心了。哎，你先躺着歇会儿，我呢去看看有什么帮您干的。你甭搪塞我，你妈肯定不知道吧？您就放心吧，我妈她呀肯定知道。哎，田姨，晚上我就睡这炕上了。只能睡这儿了？那你先歇着吧，我去给你劈点柴吧。哎呀，瞎说，你哪会？当然会了，我要是不会，小东不是还会吗？小东，跟我一块儿去吧。走。柯敏，你都不会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咱这不都有个过程吗？小东，你看田一都那么大岁数了，以后像劈柴啊、挑水这些累活，你能干就帮着田一干点儿。都那么大小伙子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来吧。怎么，说了你两句，生气了？没有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这儿了的呀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你走到哪儿，我都能找着你。Thank you.
来你不解的困惑，我迷茫的离去，掀开你掩埋的爱，我浪迹的飘。